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乐天。今天开箱文要开什么呢？就是我今年母亲节送给我妈妈的这个 Kristen 克里斯丹，我们的 DNA 基因三件组，它主要就是紧实、除皱还有提亮的功能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到脸已经松垮了、皱纹满脸飞的时候再进行保养除皱这个动作，我们一定要趁我们还是年轻的时候就直接做这个保养。那么我觉得很棒的点，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买了一组，所以呢我自己这个东西呢是已经试用过一个多月了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棒，所以我才来进行这个开箱。本来我没有开箱了，因为我都已经用过，想要有什么好开箱了，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实在太棒了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因为呢我会注意到这个厂商的点，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是在做一个医疗咨询的一个社团，就是让大家提问一些关于医疗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他们就发现怎么大家都会以美容、以皮肤状况等等等等保养系列的问题来做一个提问，所以他是发觉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，所以他们就研发了一款，就是我手上这一款三件组。主要呢就是我们台湾人，因为每个地区的环境气候都不一样嘛，所以我们的化妆品跟保养品一样也是要有那个地区所适合的成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他研发出来最适合我们台湾的气候、台湾的肤质、台湾的状况所推产的三件。第一个呢就是已经有用过了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已经自己使用过了一个多月我才推荐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用。然后它这个呢就是它的洗面慕斯，它挤出来呢它就是一个慕斯状，慕斯状是最棒的，因为像我们一般的洗面乳我们也是要搓搓搓成像泡泡一样，因为我们的毛细孔很小嘛，所以要把它变成一个小分子的慕斯，它才可以把我们脏脏的东西啊带出来。然后这个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它的界面活性剂很好，因为里面也含有抑菌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它洗完之后是非常的清爽，然后它不紧绷哦，重点是它不紧绷，很舒服，有种滋润的感觉，然后深层清洁。好，那我们把脸洗干净之后呢，第二个保养步骤就是我们的水凝露，因为它里面含有纳米金，所以里面有一些流金的部分，主要就是让我们正负电离子做交换，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可以直接完全的吸收水凝露里面的精华。然后最后一套保养的步骤呢就是我们的精华液，然后这个精华液呢非常非常的好吸收，一点都不厚重，马上就可以做吸收了。你看，重点是我推荐的这一套呢，我真的觉得很棒的点，就是因为我真的每天自己都会用之外呢，它是非常清爽好吸收的。然后这就是我这个礼拜的开箱文，我们 Kristen 克里斯丹 DNA 基因三件组，诚挚推荐给大家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用，尤其是适合我们台湾人的肤质。我觉得一个大品牌很贵，对不对？很知名，但是只要它不适合你，枉然不好意思也等于零分。所以重点还是要选择自己适合的保养品，以及你所需要的功能以及成分，然后推荐给大家。我觉得非常清爽没有负担的 Kristen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开箱文。然后只要你们喜欢它的话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帮我妈买一组是这样，一组是2500块，但我不知道现在那个价钱有没有变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买特惠组，母亲节的特惠组。然后假如大家有喜欢，就自己去网络上找，或者是到高雄的大力精品百货自己去逛逛咯。那我们就下次开箱文件，记得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、 YouTube 频道以及我的 Instagram， 拜拜。